谁还不是一个顶尖车手啊？赛季刚结束没多久，看看你们都是啥段位呀？这赛季奖励还挺丰富，最近出了新车，刚好赛季送了10连发抽奖钥匙，看看出了什么新车啊？这不是那台很出名的弯道之王 A186 吗？作为世界汽车的经典之作，承载着无数速度与激情的回忆，抽必须得抽，先整个10连发玩玩。啊，这有点拉胯，单抽一发试试，搞一波玄学抽奖，再单抽一发垫一下，很好很好，就是这样子。最后一波10连发，看你抽不出，嘿嘿，看来这个赌狗是做不到了。既然抽不到，我就把仓库的车变成 A186 的样子。Nice。 A186 这辆车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？先看六维图。主打的就是一个漂移转向，试驾了一下漂移手感，在弯道多的地图确实不错，但很多弯道能直接拐过去，绝不漂移，直线谁不会加速啊，弯道快才是真的快。虽然这车马力很小，满级只有300，但是它很轻啊，过弯非常灵活，氪金大佬必备的传说车啊。在全满改的状态下打开辅助驾驶到底会怎么样呢？你们猜一猜，要是 Toyota 马力再大1-2倍多好，怎么说好歹也是一台传说车吗？那么这情怀到底值不值得大家去买单呢？发表你的意见。